这好像不太简单的人。你都能稳住了，这么厉害。我能闻出来的东西多了。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像还差那么一点。我觉得你肯定没有问题的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跑吧。大半夜你跑什么呀？你记得上回金凯凯找我的时候？你拽着我就跑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啊。很多事情不是强求就能有好的结果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？去我们家待会儿吧。你不是累了吗？好好休息吧。你在我才能更好的休息。那我就休息不好。这是干嘛的？今天欠你一个奖励。可是我刚才这个信号接收系统还没有开启啊。我的程序已经用完了，我要走了。现在是我女朋友，啊！来了，爸爸，大儿子。姥姥和姥爷呢？姥姥姥爷今天要是参加工厂舞彩排，快迟到了，只有把我放在下边就走了。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开门啊？啊，那个，我跟你许多阿姨谈工作了。许多阿姨，想我了吗？过来，爸爸带你玩飞行棋。啊，走。
发吧，石头阿姨，你们快点儿！你们这样走过所有飞机，都多紧急啊了。爸爸，石头阿姨，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呀？我又不是小孩子啦，我知道你们怕我接受不了，想瞒着我。爸爸，但是你说过的，我们之间是不可有小秘密的哦。对，爸爸跟雪豆阿姨在一起了。啊，我们在一起呢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我们就是在一起做朋友，然后再做更好的朋友，然后再结婚是吗？然后我是不是？就可以随时随地找石头阿姨玩了，或者我就住在爸爸家，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。那你愿不愿意啊？我不愿意。不愿意是不是傻呀？我当然愿意了。石头阿姨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超级超级喜欢你呀。我也超级超级喜欢你。是。哎，爸爸来了啊！这扇子，哎，四步啊。夕阳西下，金黄色的余晖铺满地面，穷乡峻岭间，飞机划出一道道昏暗的痕迹，平原慢慢明亮起来。这光亮经过很久很久才散去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个国家，平原上反射的金光不断闪烁，然而一到冬季，大地披上熠熠白雪，反射着银光。苦心也了吧，真是的。姐吧，肯定找你。哎，我找你肯定是有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天意。明天见。什么事儿？我已经确定了我们要开店的位置，绝对让你意想不到。那就是这儿。啊，这也不是学校附近吗？对啊，就是要选你们四个最熟悉的地方，这样你们开起店来才会如鱼得水。而且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家店呢以前是一家奶茶店，所以里边的整个装修和陈设跟你们想要的应该很像，所以从重新装潢啊，包括资金上，给你们省了特别大的功夫。我觉得啊，你们地段那么好，而且你说装修也不错，会不会租金很贵？绝对是你们可以接受的价格。我听听。四万。四万块钱？这么便宜？四万块钱，这老板娘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吧？哼，我看你这小眉一皱，我就知道你又想歪了。哎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啊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这看店面呢。不，你怎么选个店面选咱们学校对面来了？
你选店面这事儿不是应该找我跟童帮忙吗？你找我学生干嘛呀？你跟童两个人忙得死去活来，能找着你们俩吗？我只能找艾米喽。你要租这个店面啊？啊？不是，我怎么记得十几年前咱们上学那时候，学校一直不是都流传这个地儿风水不是很好吗？我去，你别吓我！为什么？哎呦，什么风水不风水的，那都是你们那年代的事儿了。我们年轻人根本不讲这一套的。爸，也对也对，讲究科学。啊、爸，不过从位置来看的话，这个地儿其实还行。你要是同意，行，既来之则是缘分，就是他了，咱们四兄弟重回伯利。那我就帮你们跟房东打电话了。哇，这个忙你帮的是算大的，所以我得好好感谢你。还有一点，就是我提那要求呢，你考虑一下，希望你可以答应。嗯，其实你提的那个要求，我也不是不能答应。什么要求啊？兄弟，这可真逗了，看你急这个样子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我是请艾米来做我们的店长。哦，啊，啊？哎，什么时候开业啊？事不宜迟，两天后。来，新品糕点，大家都尝一尝。来，各位能不能别光吃啊？想想名字好不好？还有两天就要开张了，名字还没想出来呢。各位大爷，别吃了，想想名字行不行？就要有内涵，还要 有新意，有特色，还不能太俗。嗯，我吃这个让我想起了雪，我想起了咏雪中的一句十分淡雅。嗯，填满钟边一夜冰，璀璀璨璨自天成，填满钟边如何啊？哎呀，别如何了，咱这个店啊，不是开在宋朝好不好，咱们开在现代。现代年轻人呢喜欢现代感的东西，咱们起个好听的名字行不行啊？那我有一个建议啊，我想要几个，有一个法国名字我觉得不错，叫 douche， 知道什么意思？幸福美满的意思，简单易懂，对不对？ douche， 算了吧，什么 douche， 还不如郭老二的读诗呢，怎么老读诗啊？我觉得吧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要直接给力，最好呢，再带点诱惑。哎，诱惑这方向可以啊，靠谱，靠谱。可以吧，可以吧。我跟你说，那个，我想想啊，我觉得我看过最诱惑的电影，名字有了，《蛋糕成熟时》。哎呦，哎，你想想啊，蛋糕成熟，甜美诱人，轻咬一口。哎，你这个太低级了，低级趣味。你们那这俩啊，一个度是 douche， 一个有什么诱惑，我给你俩综合一下，叫杜蕾斯。祝杜蕾斯开业大吉！行了，你想想正经的行不行？哎，你是大股东哎，哎，想想。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当你们吃这个蛋糕的时候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在想名字啊！在干什么？想。对啊，在想啊！你也想啊？不是那个想，是这个想。想啊，那是 whisky。看着啊。享受的享，还 whisky。想啊。哎呀，你还不如响当当呢！你哈哈镜呗，你卖鸭脖子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这响其实挺有韵味的。行，这就是咱们的店名。所有的先生们还有女士们，像我们一样，去享受这块蛋糕带给我们的甜美和细腻，享受生活中看似平淡却有安详的这一刻。想。像我们一样，想享受甜蜜时刻，怎么样？
稳妥就他了。好，行，来，干一个，来。怎样？失败了又怎样？换下泪水我交代，全手怎样努力？奋斗。看好又怎样？被看清又怎样？超市再美都扔到一旁，怎样立正？后来想想，想得太张，就像是我们对生活的寓意。我希望来到这家店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一样，享受着生活中每一天的白日与黑夜，享受着人生每一刻的潮起与潮落，享受着我们生活在这个美好时代的每一口新鲜呼吸，享受着身旁的每一个笑容。哎呀，以后每天都要这么早啊！嗯，你，哎呀，你精神点行不行啊你？啊，他也第一天迷迷瞪瞪的。哎，开门大吉！哎，小心小心啊！开照着点啊！我开灯啊！哎呀，好漂亮的小屋啊！开灯更漂亮。哇哦，走。哈哈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哎，把这椅子摆了吧。给我吧。哎呀。哎呀，就是起得有点早啊，很累呀、啊，很累。我这么跟你说，曾经 NBA 伟大的球星说过这么一句话，科比啊，他说，凌晨四点的洛杉矶什么样子？你见过？哎，反正我是没见过，但是凌晨四点的上海，我现在算是见着了。你早就见过了，以前凌晨四点你还没睡觉呢。完了，你别胡说了。我就这么问你吧，梦想想不想实现？想不想创造伟大的未来？想不想让自己变成世界企业五百强之一？五百强？想多了吧，大哥。什么叫想多了呢？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今天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将跟过去碌碌无为、平平无用自己说声拜拜。哎，看着我啊，大声跟这个世界说出你想要什么。来，请。我想要房租。生活费，至少每个月能给倩倩买个礼物。具体，具体，月入五万，就这出息？十万？我去，那个不是畅想又不上税，能不能往大了想啊？往大里想。我要买个带泳池的别墅。还要买个英伦城堡送给倩倩，还要请100个佣人每天给我们洗衣服做饭，还要买直升机游艇。我要带我爸妈冬天去马尔代夫度假，夏天去北极避暑，够吗？爽不爽？爽。所以啊，所有东西必须会实现，但有前提啊，就必须是我们自己努力啊，不是靠别人，知道吧？所以还有一点最关键的，这次创业咱必须成功，不能失败，必须成功。开门第一天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们俩这么激情啊？来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七点吗？今天咱们店第一天开业，我当然来陪两位大叔一起 fighting，fighting，fighting， 干活。
怎么回事呢？这是，啊，该不会是这地儿真的风水不好吧？那完了呀，这地儿我选的，不成了我的锅了吗？哪有那么封建迷信的？我才不信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开业都两小时了，一个客人没有，一块蛋糕没卖出去。看来是应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了。实验搞得怎么样了？你想不想我？搞得怎么样了？还是那样吧。所以我现在要补充电力。办公室呢？注意点。可以闪充哦。怎么闪充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看门开着，我以为很方便，我就直接进来了。没事，我正在跟童总工探讨点事情。啊，对啊，我们刚好聊完，正准备一起去吃个午饭呢。哎，对了，薛总，刚才你跟我探讨那个有关于机器人闪充的问题，咱们下午再深度的探讨一下。确实要好好探讨，要不然这个问题会很棘手。那是相当的棘手啊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没事。走吧。今天中午我们吃什么呀？跟我走，管饱。当然得管饱。饿着我的肚子，是不是你的错？不是我的，还能是谁的？走。兄弟们。哎，这怎么着？不欢迎啊？欢迎光临。他们今天到现在啊，一块蛋糕都没卖出去呢。来，想吃哪个？我给你拿一个来。自己拿。做的很好看嘛。吃哪个？吃这个，白色的。38，别忘了付款啊！付什么款？付款？给我签单。签什么单？没付，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。小香，我给你们两个撤资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倒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做生意就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对吧？嗯。哟，叶子谦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改口叫你叫李太呀？有点老板娘的气质啊。李太什么呀，李太？但是你现在挺出内啊，啊？怎么着啊？佟家人不回我老岳家呀？哎哎哎哎哎！各位，我来说两句啊。我觉得你们这一对儿一对儿的，有没有感觉过我的想法啊？啊，我这一单身，喂狗粮呢？说正事儿，来都看着我。介绍一下我们店里面的店长艾米，啊，艾米，来，跟佟总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业绩。得嘞 ，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股东们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店呢从今天开业到现在，一共营业了8个小时，客流量呢也还算可观，来了一位，路过买了瓶矿泉水，一共消费了3元，二位呢刚刚吃了块蛋糕，所以今天的营业额为负数。这个哪是可观啊，这明明就是客观嘛。啊，明白了，我就当第一位客人吧。我说你们俩没我俩参与不好使是吧？行了，你就别说风凉话了，我们都愁死了，你赶紧想想办法。大部分钱都是你投的，哎，生意要不好的话，你这个钱，那你们俩还不努力一点？其实这个蛋糕呢，样子做的也很精美，口味啊、奶油啊，其实比很多蛋糕店都好很多。谢谢嫂子夸奖，再好吃有什么用啊？也卖不出去呀。
嫂子？谁嫂子呀？你瞎说什么呢？这明明是你们聪慧美丽大方的小嫂嫂。哎，那个角，那个嫂子，嫂子，我问个小问题啊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您是运营的高手，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小店给点建议啊，让我们生意好一些？我们星光商场每年的销售冠军，这么大的经理还要问我怎么卖货吗？哎呀，这当年的事儿就别提了。这再说了，星光商场的客流量大呀，人来人往的。再说我们那个店又是名牌包包，一个一个放在那儿，只要放上去，女孩一个一个往里进，不愁客源的。现在这个小店不是一个情况啊。你说到了关键的一个词，就是客流。那我认为，我们的第一批客流应该是大学城附近的学生们，然后我们再通过宣传营销这样的方式，可以开成网红店，紧接着我们可以开很多的分店，才能变成你所谓的像餐饮连锁集团。嗯，有道理。我懂了，那要是按照许多姐的意思，其实我们的这家店开在的是大学城附近，所以我们的第一批客流就应该是学生。而学生一般的活动时间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，晚上6点到半夜12点，也就是这8个小时是咱们店的黄金时间段。而且学生还有一点，他们的活动情况呢是属于马太效应，哪个店人多他们就去哪个店，哪个店人少他们相反反倒不来。所以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学生身边，来吸引他们。看我干嘛呀？你是老师啊，不找你找谁啊？你打住啊！你别想让我以老师的身份来诱导我的学生消费。怎么叫诱导学生呢？哎呦，郭老二，把您的秀才理论收一收行不行？您是学校的名人啊，你帮忙推荐一下不行吗？不行。那要不我去打动打动我师弟师妹？你别这么干啊！当初这个事儿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发起的，那到现在也得他俩负责到底。这么下去可不行啊，小飞，你快想想办法。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咱们这个办法没问题啊。如果郭老二愿意出马的话，肯定能解决问题的。可他就是不来啊，总不能把他扛来吧？扛来就扛来。对呀，咱就把他扛过来。来你的萨克系列。哎，你好。不如师姐，你当这家店店长了？没有，就在这儿打工的。那这家店，你和郭老师，别总是胡说八道的。快，给你吃块蛋糕。我一定给你们好好宣传宣传。你好，您现在需要些什么？明明就有事儿，还想拿蛋糕封我的嘴。妈呀，迟到。说的没错吧？只要把郭老二扛过来，一定好使。聪明，走，走。浪，滔天的巨浪，将腐朽的北洋政府拍得彻底的粉碎。1895年，北洋水师的覆灭，代表着洋务运动的破产，也代表着封建帝制走向穷途末路。然而，我们应该庆幸，现在的新中国，有着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军队。这种时代，一去不复返。小洛，你上课怎么吃东西啊？郭老师，我这吃的可是你的蛋糕。
我门口那牌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谁摆的？郭老二，你别生气啊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就简单做了个营销。再说了，你也是股东之一嘛，这不算侵犯肖像权吧？营什么销啊？立刻给我撤了！哎呀呀呀呀，二哥，我给同仁已经打过电话了啊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店就散伙了。哎呀，郭老二，郭老二，你消消气儿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嘛。我们想的这招肯定有效，果不其然。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呀，只是放了一张你的人形立牌而已。不是，你让学校的人怎么看我呀？哦，我郭崇利用老师的身份诱导我的学生来这儿消费吗？怎么是诱导呢？我们东西又好吃又好看又安全，怎么叫诱导呢？对，我们就赚这么一点点钱，就算福利好不好？对呀，而且我们四个重新回伯利开店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这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们跟犯了罪似的。那你们也不能打着我的旗号让学生来这儿消费。不，你什么旗号啊？你旗号镶金边了？你旗号？不，郭老师，你什么情况啊？最近？艾米。你先出去待会儿，晚点再回来啊。你们还把艾米也弄在这儿，你知道这学校人怎么说我吗？不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在这儿打工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担心什么呀？我懒得跟你说。记得，二哥，我是刚才在大门口就听到你们这嗓门了，咱们兄弟们有什么话能不能好好说呀？不是彤。要么立刻把那牌子给我撤，要么这家店我撤股，我不干了。老二，你消消气儿。他们俩啊，被逼无奈，谁希望这个店一个客人都不来啊？对不对？哎，给二哥倒水啊！啊，倒水，倒水，倒水！来来来来，不用，我不喝水，倒水，没喝过，没喝。来来来，营业嘛！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管老师，哎哎哎，老客气啊，老同学。哎，同学，来来来来来，徐老师，您怎么过来了？那么大的事儿，你们都来了呀？我们过来看看吧。啊，哎，老师，老师，那个，来，老师好。别忙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上午上完课，听学生们讲，说郭崇开了个蛋糕店。当时我就纳闷了。那么老实的郭崇，怎么脑子这么活呀？啊！后来听马大姐说，她在门口也看到了杰森小飞也在。当时我就想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肯定跑不了童怡。你们这四个小子，什么事不在一起啊？啊！后来我就把王主任、崔老师还有马大姐都喊过来。大家一起来看看你们啊！其实这事是我不错，按理来说应该是我们哥四个去看各位老师的，怎么能让老师们来看我们呢？对不对？但有一点，咱们所有的老师自从去年教师节看过来之后，这气色一个比一个好，越来越年轻。王主任，您头发颜色越来越深了，越来越黑了，但反倒我这个白头发是越来越多。哎，我们别顾着说话呀！啊。你们今天开业吗？营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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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拿几块蛋糕来，拿我们几个老家伙来尝尝。好，没事，老师楼上请，楼上请，我去拿，我去准备。试一下，老师。好，尝尝尝尝。嗯，还挺好吃的。上了一上午高等数学微积分，吃的甜的，哎，好像那脑袋啊。又清醒起来了，是啊，还别说，感觉很浓郁，味道真不错。是啊，哎，这是谁做的？哎，先别说啊，让我猜猜，杰森呗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，马大姐？嘿，当初你们四个人，就属你最嘴馋，每次打饭呀、啊、都要让我多打一勺，这不用说，我猜就是你呗。没错没错，都是我做的。嗯，哎，怎么想回国地开了个蛋糕店呢？这那是这样的，我是觉得呀、啊，就是我们四个人还有精力嘛，然后就想搞一个餐饮集团，然后我们也不是为了挣钱，就是为了我们活动活动有事儿做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你们的主业做什么呢？主业，我现在主业吧，不是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别装了，在咱们班主任还有老师面前装什么装呀、啊？他俩都辞职了，
所以我们四个人就想他俩能做点什么，后来就想肯定要做一些最擅长的，就开了这个店。这都是很正常的吧，啊，人生十有八九都不如意，不是每一件事都是一帆风顺的嘛。哦，对了，门口有一张郭老师的照片，我看挺帅的啊。别别别，郭老师，他们几个闹着玩呢。其实这个店吧，他跟我问你，我觉得你们回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，说明你们心中啊还装着学校，也可以这么说吧，你们也装着我们这些老家伙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要是没有在座的老师，你说哪有我们的今天啊？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中的第三章，应力和变形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，就像现在郭老师对待学生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在老师们看来不经意的，你们当年的细心和包容却真的可以影响我们的一生。其实你们回来就是一件高兴的事，你们在一起开店更是一件高兴的事啊。其实一开始也没想回，但是小飞他们几个吧，还是觉得这儿好，不管干什么也都觉得很舒服，所以最终就选在了这边了。其实我就是怕学生。没事儿。其实啊，你们四个人回来开店，这是挺好的呀。你们回来看的不是我们，也不是学校，而是你们自己。因为有些学生啊，他们是永远不会回来的，不是不喜欢学校和老师，而是不喜欢他们当年的自己。他们当年也像你们一样，笑着、哭着、闹着，可他们回过头来，却感觉到过去的岁月啊，他们不想回想了，所以他们不会回来。还有些学生啊，他们不悲不喜的在学校里过了四年，他们回来了，但是他们却找不到当年的自己。他们的悲和喜是在别处，而你们回来了，而且你们找回了当年的自己，所以啊，在这里真是难得呀。四个人十多年了，还在一起，真难得。也希望你们呀，要做更好吃的蛋糕，这样好让同学们天天开开心心的，这样不比做什么都强吗？嗯，也希望学生们跟你们一样，在这里找到最好的自己。是啊，谢谢老师。再见啊，老师再见，再见，改天去看你们啊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走，走。
我觉得刚才管老师说那句话真好。咱们哥四个在一起十多年了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？是。面子、身份、金钱是很重要的，但是都没有我们在一起更重要。确实啊，兄弟们，刚不好意思啊，说的话确实有点过了。不，不是，都是我不好。我事先没跟你们说一声。那，咱们这牌子，撤还是不撤呀？撤呀。这对郭老二影响确实不好。不是，可是撤，换新的。小飞，我知道你喜欢艾米，但是你就不能追她，你只不过她老师而已，这归你管吗？这事儿你应该知道，对于技术人员来讲，项目的意义是什么？这不是咱们制动科技的风格，制动科技的风格是你决定啊。